胖子，就你经常做美容那个宠物店，他出500块钱让你拍一个简单的表演视频，他宣传好不好？来握个手，帮我握个手，握个手，握个手，这么简单的，握个手。行，我给你100块钱，现在可以吗？行，你就现实吧，仔胖子啊，就现实吧你。行，你再装个死，啪，装个死，啪，啪，就是躺地下，啪，啪。行，再给你100，啊，再给你100块钱，现在可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好，你看，只要钱给到位，你看他立马，啊，立马他就表扬你行，仔胖子。好了，这个镜头过了，可以了，起来了。你这个还想收我钱是吧？不起来啊，耍赖是吧？快点，行行行，可以了吗？这有人敲诈，我跟你说，啊，你现在蹲起来，就是蹲着坐下，我拍一个封面。蹲起来，就是蹲起来坐下。你还要收钱是不是？你就那么现实是不是？行，全给你了都，你看。现实不现实啊？不能这么小财迷啊啊！啊，行了，那这样吧，这胖，你最后你站起来，你最后站起来转一圈，相当于送我一个才艺，行不行？就别收费了，站起来转一圈行不行？我算是看清你了，我等于白忙活了，全部给你了，为你打工了都，你看，立马你看。